冇整到懒到啊，都写杯红酒啫。啊，睇我睇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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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酒唔系臭啊，右边啲人走鬼又麻烦啦。右边啲人走鬼又麻烦啦啊！死啊，都写成杯红酒添。冇一杯啫，就系嗰度啫。地址肯定有少少，我张凳嗰度刮杂。点啊？哎呀，即刻上去抢位。喺嗰度唔好买张凳先喎。真系惨。你又將凳咗成瓶紅酒啊！睇到個印啊！我食到部分嗰度噶，你唔好爭啊！我買成幾隻先啊？你食完嗰個先，我分咗兩個位，冇辦法。咁都會倒寫紅酒嘅咧，哎嗯，嗰度就冇所謂，嗰啲地氈洗嘅啫，嗰個皮。其實好多嘢㗎，佢食量又大，不過身材大咯。喂啊！我咩没做水嘢啊？问到猪咁。啊喂！很多菜啊，这菜都算。看着菜挺多，其实很多菜都。妈的！确实炸了，就是炸少一点。这样一包呢，你看到没有？像不像强包之中的这个小宝宝、小娃娃？所以叫四娃娃。看，还有眼镜儿的人，开玩笑。然后嘞，这包子行啊，这块就做汤，汤好之后，把这个辣椒水灌进去。咱也是做攻略的啊，咱不能直接往上蘸，那就。呀，今早谁上的早啊，是吧？每家啊，这个调料水都是秘制的，放凉汤。灌到啥程度呢？就是灌满以后啊，不撒汤，它就能吃了，一口闷。鲁迅曾经说过，说撒了好吃，但是不好包，也确实是要包起来费劲。明白？谁呀？来喽，我们这看。杨先生，杨先生，杨先生，杨先生。这个美食啊，真的不太适合我了，手太大，饼太小，要做的。来，还有前面的台风景，来。所以呢，叫黄果树大瀑布。我还以为刚才坐大巴车都到了，结果还要坐一个大扶梯。一直嘅下咗啊，大佬个位啊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十二点啦，真系。起身，起身啦佢。我快啲啦，快啲啦。你知。诶，多谢合作，多谢合作，坤。咁啊。嚟，上到冇上啊？嚟，嚟，嚟。走先，走先。咁出嚟啊！快啲叫佢上嚟先。坤，坤，坤，快啲，快啲，佢落嚟啦。上嚟，快啲。你落去，赶佢上去。仲饮水，屙尿。咁咪仲好咯，星期四已经倒水。谁咧？趴喺度饮水。有座三层高嘅洋楼。呢啲洋樓你睇佢，整到咁乾淨，歷盡百年嘅滄桑，外牆有一啲裂痕都冇。舊陣時係用鋼筋混凝土做牆體嘅，嗰啲窗啲窗眉簡簡單單，拱形裝飾。
好好OK，